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八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100页，1100页，从第一行看起。本经之末，世尊重劝念佛：十方如来本性，一时何盘托出？这个四句意思很深很广啊，绝不能够轻易看过啊，这是流通分的啊，佛会时文呢，最后的总结，释迦牟尼佛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劝我们念佛。劝念佛求往生，是十方如来的本性。一切众生同一个愿望，希望众生都能够早一天成佛，啊，早一天利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利究竟苦，一定要出离十法界啊，六道苦，四生法界也不是究竟乐啊，无始无明没破，还是苦啊，所以离苦离得究竟呢，完全脱离十法界了。得究竟乐，决定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才能得究竟乐。啊，果然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他住在什么地方？见性的人是大乘教里面化身大士啊，就是化身菩萨、
化身菩萨居住的地方是诸佛十报庄严土，这个是得究竟楼。啊，十报土的菩萨，依华严、圆教、初住以上，一直到等觉，41位化身住报土。啊，不识这个等级，他入不了报土。啊，是报土，是无始无明断了，但是还有习气在。我们知道，十法界里面的佛，啊，最高的佛法界，他已经将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，包括习气，通通断干净了。啊，只是无明没破。他离不开十法界，如果能够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他就超越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六道是一场梦，证得阿罗汉就醒过来了。六道轮回的苦，四圣法界之路，他得到了，但是不究竟。那如果再能够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设法界没有了，设法界还是一场梦。六道是梦中之梦，啊，在十法界醒过来了，十法界不见了，痕迹都找不到，所以他是假的，他绝对不是真的，啊，十法界都是假的，何况六道轮回。这是学佛人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那么为什么还有十报庄严土？十报庄严土有相，但是这个相是唯心所现，没有唯识所变。为什么？识全转过来了，转八识成四智。啊，所以报土里面的菩萨，这41位化身大士，他们无明破了，也就是说，起心动念放下了。啊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当然没有分别之处。也就是说，三种烦恼，它断尽了。断见思烦恼是阿罗汉，断尘沙烦恼是菩萨，断无明烦恼
这是法身大士啊，超越十法界了。但是法身大士对于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断，在十报图里面，由于无明习气厚薄不一样，于是分成41个阶级。这41个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、40，还有一个等觉。啊，到等觉菩萨，也就是后不佛，他断最后一品无明习气，这是最薄的一品，断干净的。断干净了啊，大家要记住，十报庄严图不见了。十报图从哪里来的？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。习气断了的时候也找不到了。啊，金刚经上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没有说十报庄严图例外，没有，十报庄严图也包括在其中。啊，所以我们晓得它是无始无明习气所感应的。啊，十报图的好处，这大乘教叫它做一真法界。那么十法界是假的，十法界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十报图一真法界呢，只有心现，没有识变，因为它阿赖耶统统转成智，大圆净智。啊，那么这一桩事情，我们要把它搞清楚，有一个清楚的概念。啊，它能帮助我们修学。啊，那就是一定要知道放下。啊，放下万缘的。金刚经上说的好啊，法上印实，何况非法。法是佛法，佛法也要放下，如果不放下，它是法执。那法执障碍你明心见性，换一句话说，障碍你出六道轮回。啊，出六道轮回不但是要断我执，还要断法执。啊，我执断了，法执的习气还在。我法两种执着断尽了，习气也没有了。啊，这才能成无上道。啊，这才是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啊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，它是道道地地的法性土，生到那个地方的人是法性身。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。
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没有，只有极乐世界这一处。这一部经，黄念老的记注，对这桩事情讲得非常清楚，讲得透彻。啊，我们完全明白了，明白就是看破，明白之后啊，才肯放下，才乐意放下。啊，粗重的烦恼是财色名利，这是六道凡夫通通具足的。啊，六道的天道三界，色界、无色界，他们有很深禅定的功夫，能够把这些烦恼扶住，没有断，啊，它不起作用。定功要是失掉了，就是说它的寿命到了，烦恼习气又会现行，这一现行，麻烦就大了。他不能向上提升，他就往下堕落了。飞翔飞飞翔天的天人，这是28层天最高的一层，上面没有了。啊，上面超越六道了，不在六道里头。啊，爬到最高啊！如果不能超越，也就是不能证阿罗汉果，他就会堕落。堕落到哪里？谚语所谓“爬得高啊，摔得重”，爬到最高的，摔下来跌到哪里去了？跌到无间地狱。啊，为什么？在这个地。这个时候，他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毁谤三宝。为什么？他是误以为他已经证得佛所说的大般涅槃，他把飞翔、飞飞翔天当作大般涅槃，没有想到8万劫之后。寿命到了，寿命到是定功失掉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飞翔飞飞翔处的大定，这个定功是8万大劫。啊，它不能向上提升。时间到了，定功失掉了。啊，他这个埋怨的念头起来了，烦恼起来了。我已经证得大般涅槃，永远不会堕落了，为什么还会堕落？还会有烦恼？啊，这一念他就造罪了。啊，所以六道里头，每一个阶层，我们都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有苦有乐。总而言之，苦多乐少。啊，所以离苦
要离究竟苦，得乐要得究竟乐。啊，究竟乐不是我们凡夫能证得的。啊，我们自己要认识自己，我们不属于立根。上上立根是一文千物啊！啊，在中国佛法里面代表的人物，大家都知道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那是上上根。啊，一听就明白，就开悟了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没有出现第二个慧能。慧能大师之前没有这种人出现，慧能大师以后到今天没有看到第二个。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。啊，那么利苦得乐，利究竟苦得究竟乐，我们还能不能有指望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有指望。那慧能大师的根性我们没有，慧能大师的境界我们可以得到，怎么得到？只有念佛往生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是究竟乐。那我们的无明烦恼没断，不要紧，那个地方人寿命长，不止八万大劫。啊，那个地方人寿命多长呢？无量寿。这个无量是有量的。啊，真的是有量，有量是多长的寿量呢？经上讲的三大阿僧祇劫，可见的不是八万大劫啊，三大阿僧祇劫，三大阿僧祇劫到了，你就变成真无量了啊？为什么？你离开十宝庄严土，正如常寂光净土，常寂光净土是究竟乐，那没话说了啊！那个里头是真正不生不灭，永恒不变，叫回归自性啊！这个位置，华严经上称为妙句，在等觉之上，是真正的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无上正等正觉就一个位置，妙句。啊，正等正觉的位置很多。啊，从圆教这个初住到妙觉到等觉，这四十一个位次是真等正觉。啊，这下面呢，下面成正觉。啊，正觉包括声闻缘觉、三乘菩萨。啊，我们一般讲全教菩萨，没有明心见性之前的菩萨。他们比声闻缘觉高啊，比明心见性的菩萨要低一级啊。这一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统统包括了啊，无上正等正觉。我们这一生的人生，
闻佛法好不容易啊！啊，好不容易的时候，闻佛法能够闻大乘，大乘里面能够闻到净土宗，净土宗里面能够闻到无量寿经，这不得了啊！你太幸运了。啊，尤其是《无量寿经》里面，夏莲居老居士给我们整理这个汇集本。啊，这个汇集本是在二次大战当中完成的。啊，也就是70多年前，啊，80年吧。啊，这个经汇集完成，我这里有它的初本，最早的本。啊，这是1943年，1943年完成这个本子。那么这个本子，他说他是3年做成功的，那么也就是说，他汇集是从1930年，正是抗战期间，1930年呢开始汇集，啊，3年这本子汇集圆满，以后。每一年修订，总共用了10年时间，成为定本。我们现在所用的，啊，最初汇集的本子是37品，大概是以37道品这个意思，啊，来编排的，啊，最后的定本。是48愿，全经一共48品，10年的时间呢，一心一意都在这部经上，啊，真正为后人，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往后末法9000年。一切众生，这一切有缘众生，啊，什么叫有缘呢？遇到这个本子，啊，遇到这个本子，决定得度啊，啊，能信，能愿，像经上讲的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你就决定得生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世尊的本愿，在我们这一部经里是第20愿，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是什么意思？不退转，三种不退转，啊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。三种不退是什么样的菩萨？大乘教上所说的法身菩萨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住10宝庄严土。这个位置高啊，太高了啊，方法太容易了啊，啊，发菩提心，
菩提心怎么发？80年代，我住在美国。在美国许多大城市里面，年年呢巡回讲经。同学们又问到菩提心，我用最简单的方法，让大家有个清楚的概念。菩提心有体有用。体是一个，从体起用，有自受用，有他受用。佛在大乘教里确实是这么说的。一般大乘经佛说，菩提心的体是真诚心。《观无量寿经》上佛所说的叫至诚心，真诚到基础叫至诚。这是菩提心的体。它起作用呢，对自己呢，很多古大德解释叫身心，这个身心很不好懂。浅深的深，深到什么程度？什么叫身心？古德也有解释，好善好德。我们始终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。所以我学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上的经体太好了，他把我们解释了。经体的后半部，清净平等觉，这就是自受用，这就是身心。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而不迷的心，这是自受用啊。他受用呢？慈悲。从真诚心里面流出来的大慈悲心是他受用的，是对别人的，对自己是从真诚心里面流出来的，清净、平等、正觉，用这个来解释，大家比较有一个清楚的概念。我们修什么？就是修的这个，所以你真正是个佛弟子，你发心之后，这叫发菩提心，发了就不能够改变。我们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无论是顺境是逆境，是善缘是恶缘，都要用真诚心对待。如果用虚伪的心、妄心，那就错了，那就不是菩萨了。我学佛用真心，我对人用妄心行不行？不可以。一真一切真，一妄是一切妄。所以既然这一生我把目标锁定了，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，我只求见阿弥陀佛。只要能往生，能见阿弥陀佛，
那我就得要遵守。那么佛告诉我们，你要用菩提心，你才能往生，你才能见佛。用妄心是决定不可以的。即使临终一念十念往心往生，那个时候他那个心是菩提心，是真心。如果是最后还是一念是妄心，他去不成。这就是念佛的人很多，往生的人不多。原因是什么呢？错用了心呢，他没有用真心呢。本经佛教我们往生的方法有两品专属方法，三辈往生，往生真因啊。这两品经黄念老是非常用心收集了许许多多的经论祖师大德的开示，来注解这两品。这是关系我们这一生当中能不能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关系太大了所以注解的特别详细，特别清楚，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欧耶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里面讲得最好，因为我们有疑问，这个世间确实有不少不认识字的人，一生当中一部经也没念过的人。他就念这一句佛号，临命终是真的往生了。瑞相稀有，好像他只是一向专念，没发菩提心他怎么能往生你问他菩提心是什么，他说不出来，说我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欧耶大师告诉我真心，你问他有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他说真有，他真相信，他真正发心想求西方极乐世界一心一意天天就想见阿弥陀佛，就想到极乐世界，这一个念头就叫做无上菩提心。欧耶大师说道，把我们过去多少年的疑惑统统断尽了。印光法师对欧耶大师《弥陀经要解》的赞叹那赞叹到基础了。印祖说，即使古佛再来给《弥陀经》做一部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你看这个赞叹还得了吗？让我们想到那一些好像是没有知识这些阿公阿婆念佛往生
快的三年五载，慢的一直念到老，念几十年。真的为我们实现的自在往生，没有病苦啊，说走就走了。啊，我们现在说话的前年，河南南阳这一带来佛寺的一位112岁海鲜法师，这在大陆上都知道啊！啊，112岁，在近代年岁最高的一位。啊，这个人怎么样？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出生在佛教家庭，父母都学佛，很有善根。啊，20出头就发心出家了。师父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没有学过经教，啊，一生都是住在小庙，就是一句佛号。啊，看他的样子，他确实非常像一个农民。每一天在稻田里面工作，啊，因为小庙都在乡下，乡下荒地很多，他开垦，他种粮食，种蔬菜，自给自足。90年如一日，没有改变的，一生没有做过金蝉佛寺，没有做过法会，他只知道自己天天做苦工，不妨碍念这句佛号。啊，做工作佛号不间断。啊，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0年。112岁，往生。欲知是知，往生的前一天，还在田里头干活。啊，到天黑了，有些人看老人家年岁太大了，啊，还在这么辛苦干活。现在休息吧，他告诉别人，明天我就不干了。啊，别人听了也没有回答这个意思，这意思是双关语，他明天走了，他往生了。啊，真的不干了，放下了。啊，多自在呀！啊，一生没有人照顾他，自己照顾自己，他一天吃一餐饭，自己烧饭，告诉别人，叶三吃的是苦，穿的是补，穿的衣服都是补丁，告诉人，他叶三是以戒为师。
以苦为师。啊，人家问他身体为什么那么好，你怎么保养的？持戒，告诉人持戒，啊，吃苦。我看到他的一身行医，非常佩服。啊，我认为这是我们末法，释迦牟尼佛往后末法九千年，啊，修行正果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正果，最好的榜样。啊，这两句话是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前所说的，啊，阿难尊者祈请的。佛在世，我们以佛为师；佛不在世，我们以谁为老师？佛说了这两句话：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啊，一个修行人真正想处理六道轮回，不能持戒，不能吃苦，你做不到，你不可能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六道轮回不是那么容易出去的，只要有丝毫留念，有丝毫分别执着，就去不了，一定要彻底放下。啊，现在这个时代，善知识没有了，找不到了。啊，像海贤这样的人，大善知识，但是他活在世间里看不出啊。你不知道他是善知识，你认为他很愚痴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除一句佛号之外他什么都不会。真善知识啊，真善知识就是这个样子。我在年轻时候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，啊，老师就给我讲过几次，啊，告诉我，有一些寺庙里头会看到，啊，这些乡下念佛人、阿公阿婆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就知道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啊！但是你细心观察呢，他非常慈祥、慈悲，啊！你跟他说什么话，他会给你点头，给你笑，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好像他什么话都不会讲，就会讲这句话。啊，李老师说，这种人决定不能够轻慢。啊，他说他们念佛是决定能往生，而且品位会很高。啊，为什么呢？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“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”，他是不折不扣地做到了。但是我们这些人呢，不如他。啊，李老师自己说，他说我很想学他们，学不像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些人里头有没有一心不乱的？肯定有。有没有得三昧的？肯定有。他们不现神通，他们不要名闻利养。啊，就做一个老老实实这个样子给你看，啊，你要想成佛，你要想往生，
你要想得三昧，就用他的方法。啊，住的那个小庙，那个小庙没有我们这个房子大。啊，他有这样殊胜的成就。啊，为别人所羡慕的，就是年岁大，还可以自己照顾自己。啊，110岁，不要人照顾。啊，自己每一天还到田里面去工作。啊，种那些古木树。啊，他得爬到树上面去摘果，摘果木果实。112岁的人呢，不是年轻啊，年轻人干的事情，他一样照干。啊，所以别人看到他，羡慕他那个身体健康。啊，为什么不生病？这么健壮？啊，其他的不知道啊。啊，这种人是今天真正大善之士，所以大智若愚人，是这样的人。啊，看起来好像是愚痴，真有智慧，真有定功。啊，他不为外面境界所动摇。啊，虽然说什么都不知道，实际上他什么都清楚，什么都明白。啊，只是不说而已。啊，所以这一行这几句话，确确实实是十方如来的本性，十方如来的心意也。啊，就是劝导我们真心、真愿。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，也是和盘托出啊！啊，教化众生呢，说尽了。此品中，佛慧是闻，这几句重要的话，没有福，没有慧，你听不到这部经典。你也遇不到，遇到这部经典能听到，你过去生中曾经修福修慧啊，而且修的是大福大智慧，不是普通的佛慧。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啊，这一生当中遇到了得诸佛如来的加持，所以你一接触到生欢喜心，一接触到的时候，你能听得懂，你能相信，啊，你能够发愿求生净土，你能够一向专念，不简单呐，不容易啊。啊，这个法微妙法，微妙到基础，微妙之中的微妙，啊，就是心。念这一句佛号，就能拯救这个地球，就能救护一切众生，全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现在这个社会，由于
我们为科学所迷了。啊，西方科学文明400年，200年前传到中国。啊，日本人接受西方的科技文明比我们早，他400年。中国西方科技文明从日本传来的，200年。啊，这200年当中，我们疏忽了自己传统文化。前面100年疏忽，最近这100年迷了。对中国传统文化陌生。对大乘佛法确实是误会了，认为的是宗教，这是迷信。啊，应该要连根拔除。错了。严重的错误啊！那么地球上的社会状况跟地球上许许多多的灾变啊，每一天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一些报告，真的叫人担忧。住在这个世界没有安全感，跟古人相比差远了。啊，古人接受过祖宗的教育，圣贤的教育，人人都懂得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无论是家庭、社会、国家，一片祥和，风调雨顺。啊，太平盛世啊，人们幸福快乐。啊，现在我们无法想象，为什么把过去东西都丢掉了，都不要了，不看了，不读了。你怎么会知道？那过去人写的东西用文言文写的，现在看不懂。啊，那些纯净纯善的篇章文字，我们现在看不懂，不认识它。啊，这是我们的悲哀呀！啊，祖宗对得起我们，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给我们。我们自己对不起祖宗，我们没有接受，我们没有认真学习。啊，对于传统，对于祖先呢，非常陌生，一无所知。啊，今天遭这个难。
不晓得这个难从哪来的。啊，这些年看到一些好的象气象，啊，国家逐渐重视传统文化了，啊，重视伦理道德教育了，这好事情。啊，可是真正要拯救这个世界，道德教育不够。为什么呢？道德教育只能够约束好人、善人，道德有用。啊，他不好意思作恶，自己有不善的念头、不善的言行，道德可以规范他。啊，可是一般人规范不了。啊，高明厚利在面前，他把道德忘掉了。啊，他敢作敢为啊。如果他懂得因果教育，他真的不敢干了。这也就是说，拯救今天的社会，主要要靠什么？要靠因果教育，把三十因果讲清楚、讲明白。啊，首先告诉他，现在科学证明。啊，我有一个同学，报纸上捡了一块，送给我看。量子力学家发现了，有科学的证明，人死了以后，意识还存在，没有死。说他的意识呢，会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当中。这就是佛法讲的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，是古印度婆罗门教所讲的，它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释迦牟尼佛肯定了他，为他做证明。那为什么？佛弟子们在禅定当中见到，啊，禅定可以突破空间的维持，啊，它给我们是不同空间维持，只要你能够突破时空的界限，你就能看到。啊，所以它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佛在经典当中，对于六道轮回、因果报应的事情说的很多。啊，早年，我一个同学。江一兹先生是个画家，啊，那现代是名画家。我也请他画了一张地狱变相图，他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。啊，这张图是以道教的玉历宝钞做底本画出来。画出来之后，画得非常之好，这是无量功德。
啊，我们也复印了很多，作为礼物。啊，送给一些国家大学图书馆去收藏，博物馆里面收藏，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。啊，之后呢，我就想起来，佛经典里头一定有很多。我找了几个同学去查，去翻《大藏经》。果然没错。啊，他们在《大藏经》里面找到有20多种经典，里面讲得很详细，通通把它抄出来，印成一本。那我给它定了一个名字，注经。佛说地狱极要，啊，25种经典里面，佛所讲的，啊，讲地狱的状况，通通汇集在一起。我就希望将来有年轻的画家再画一幅地狱变相图，可以依佛经的这个经典来画。那么佛经经典跟道经道教的经典比较的时候，有一点差别。啊，道教里头有很多地狱说得很详细，什么因没有说清楚。啊，那么佛教典籍里头呢，这一部分有。比道教讲得清楚，什么样的因会有什么样的果报？啊，是非常好的一部书。啊，我们也是大量印出来流通。啊，人要是真正知道三世因果，不但他不敢做坏事。他都不敢起心动念的想这些邪恶的东西。为什么？起心动念都有果报，何况你去造作？啊，看到将来的果报可怕，自然他就收敛了，不敢做了。啊，所以说道德。令人羞于作恶，因果叫人不敢作恶。那么，治今天社会的这个重病，实实在在说，因果是最有效的一副药。啊，一定要大力的提倡。啊，今天有台湾华藏卫视的谢总啊来访问，我告诉他这桩事情，他说他们现在有在讲感应篇，我说一天几个小时。他是一个星期一个小时，不管用啊！我告诉他，一天讲一个小时都太少了，无济于事啊！这个英国教育一天至少一天要讲4个小时，天天讲。重复的播啊，它才会产生效果。
一个星期为一个小时没用处啊。所以我希望他们改进。这真正是救世心。电台上每一天有4小时的播放因果教育，救世心呐！念阿弥陀佛也是救世心啊！智慧海难中难，心超普贤，这一些句子。君执此，心愿持名，这无上妙法，这些通通赞叹。这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“南无阿弥陀佛”是微妙法，“南无阿弥陀佛”是救世心，“南无阿弥陀佛”是智慧海，“南无阿弥陀佛”是难中难。南无阿弥陀佛是行超不行，你通通合起来看呐，佛号功德不可思议，佛号功德无比的殊胜，能不念吗？不念真是把光阴空过了。太可惜了，一寸光阴一寸金啊，寸金难买寸光阴啊。所以真正会念阿弥陀佛，这个人是真正自爱。会自爱，当然就会爱人。那就是菩萨心，菩萨心。至于念佛法门之妙，纵以无量身，夜夜身有无量口，夜夜口有无量舌，夜夜舌有无量音，穷未来劫，言说不绝，亦难道得少分。念了这一段话，要多多念几遍的。他用这些话来形容念佛法门的微妙，形容的好。真难得了，故不多说。为公路临风大师要解中两则，以归结本品之解。那么说不尽呢，他说的话只说了这几句，但这几句已经不得了。这是我们确实是要把它记住的。下面用欧耶大师要解里头的两段作为这一篇经典总结。第一，要解云，有无量光矣，故众生生极乐，即生十方。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什么意思？佛说了，无量光，无量寿，
佛在《弥陀经》上说这两个意思。啊，由于无量光这个意思，所以众生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就等于同时往生十方，一切诸佛刹土。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这个时候的身体，花开见佛的身体是发性身，跟阿弥陀佛同样庄严。那也就是说，阿弥陀佛的报身，身有84000相。那一般经上讲，我们这个世界，阿弥陀佛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，32相，80种好。啊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不是30种相，84000种相，每一个相有84000随行好，每一个随行好放84000光明，每一道光明里头有无量佛菩萨在讲经说法，在教学。换一句话是，在身相当中可以看到全宇宙啊，诸佛菩萨在度化众生。啊，每一个往生的人，花开见佛，都现这样的相，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没有两样。啊，阿弥陀佛无量智慧，无量神通，无量道力，每一个往生的人同时具足。这还得了吗？啊，很短时间就得到啊。你看一般念佛念了3年就往生了，他往生他就得到了。不难啊，如果不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自己要修，那要修无量劫，还未必能得到啊！啊，学这个法门，啊，3年是一般的。那海贤老和尚为什么要修90年？为什么要那么长？他是表法的，他自己很清楚，也常常不忌讳告诉别人。啊，寿命，阿弥陀佛决定，佛什么时候来接我，什么时候就走，没有丝毫挂念。啊，那就是真正放下了。啊，见到佛马上就走啊！啊，那佛留你，留你就是做表法。啊，这个表法就是弘扬佛法、护持佛法，叫你干这个的呀。你的任务工作了了，佛自然来接你。那最后的表法，他说了，
下联句老居士汇集无量寿经的汇集本，当时有一位老法师慧明老和尚给他做印证，那黄念祖老居士做的这个脊柱，我们净宗学会的一些同学依照这个注解，依照这部经来修行，是护持黄念祖老居士啊！可是现在还有人不相信啊！我们看到了，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这个法啊，他手上捧着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战生，捧着这本书，我们看到报告，老和尚看到这本书非常高兴，非常喜欢，马上穿袍大衣，手上捧着书，叫人来给他照相。那很多人给他照相，第二天就走。他是来表这个法的，是来给大家做证明的。啊，这本《无量寿经》，因为我们提倡的一部经，一句名号。啊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我把其他的法门全部都放下了啊，活一天干一天啊，就是学向这部经典学习，跟大家一起分享啊，一天到晚就念一句阿弥陀佛跟仙公老和尚没有两样啊！啊，他还有个小庙，我连小庙也没有。印祖当年在世，自己没有道场，寄居在别人道场。我们今天寄居在居士家里头啊，连道场都没有啊，日子过得很辛苦啊。啊，这人们也是表代众生苦。啊，在这样的年龄，什么时候往生？阿弥陀佛决定。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来接我？我什么时候走？我对这个世间一丝毫留念都没有。啊，一切活动我也终止了。啊，不参加了。啊，别人去做，我听到很欢喜，我赞叹。
我自己再也不出门了。一心一意就是求生净土。除这桩事情之外，我什么事情都没有了。所以见阿弥陀佛就是见十方诸佛。生极乐世界就是生十方世界。弥陀经、无量寿经都说到，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，每一天都分无量无边身化身呢。无量无边身到哪里去？到十方诸佛刹土。去供佛，去闻法，这就是生到极乐就生到十方，见到阿弥陀佛就见到一切诸佛。你看佛慧双修啊，能自度就普利一切，十方世界肯定。与自己有缘的众生既然有缘，众生起心动念，自己完全知道就能分身去帮助他，能分无量无边身，能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里头有缘众生，这是无量光的意思。有无量寿的意思呢，故极乐人民即是一生不除。他无量寿啊。极乐世界里头没有生老病死啊。往生是化身去的。花开见佛，身就现出来。现的身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。在极乐世界决定证得一生不除。决定此生成佛，肯定这一生成佛，不止一生，没有来生这个概念，没有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真正知道，你决定要把握这一生。这一生什么重要？往生极乐世界重要。所以我听说同学当中有发心的。10年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10年专攻无量寿经。就念这一步，除这一步之外，统统放下，这才行啊！我们每个人表法不一样，我这个表法都是佛安排。我的寿命只有45岁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45岁以后，都是阿弥陀佛给我延长的。我也不希望寿命长不长。佛什么时候来接我，我就什么时候走。45岁以后。表法表什么法呢？广学多闻，所以我在45岁之前真的如是，
啊，到60岁的时候，才真正选择了净土法门。啊，这个表知识分子，啊，知识分子的心态，喜欢广学多闻，啊，我广学多闻，最后把所学的东西统统放下，归一门。啊，归净土。一部经，我选择的是下莲居老居士的合集本。这个经本是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给我的。啊，给我这个本子，是他过去在台中法华寺讲经的时候用的经本，啊，他把注解都写在这个经上，经书空隙的地方。啊，这个本他交给我的，我依照这个本子，在过去讲过10遍。啊，也是在80年代，我在美国，啊，好像是84年至85年，认识黄念祖老居士，啊，美国那边同学请他到美国去弘法，他在美国住了1个月，我们遇到了，啊，当时遇到了。非常欢喜，因为在海外弘扬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只有我一个人，在中国国内呢，就他一个人。我们都有感到很孤单、很寂寞，啊，这一见面的时候，无量的欢喜，啊，总是遇到知音。但是从这之后，他出来不方便，年岁大了，身体不好。我到北京去看他，每一年大概至少会去3次，啊，3次到4次，到北京去，专门去看他，啊，向他请教。啊，他大我10几岁，啊，我把他看作老师，啊，他把我看作同学，啊，所以这本注解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，啊，大量给他翻译。流通那么到我85岁，我放下华严经，全部放下了，啊，只讲这部经，讲这部注解，啊，所以这部注解这一次是第3次，快讲完了，讲完之后我再从头讲，我希望1年讲一部，或1年讲一部，或2年讲2部。啊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讲，我也什么都不看，我就是这一部经、一部注解、一句阿弥陀佛。我跟大家表这个法，啊，学佛到今年63年。讲经到今年56年，啊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我要带头来做。
啊，只要真干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宋朝迎客法师念佛只念了3天，在高僧传上看到的四起，这是一个破戒的比丘，不守清规的比丘，啊，造作恶业，啊，难得的就是他还相信因果，这个救了他，啊，他自己知道造作的恶业，照经上所讲的，决定会堕无间地狱。那么想到无间地狱，他就害怕了。啊，求教于同参道友，有没有方法可以救他？啊，有一个同学给他一本《往生传》。啊，他读了，每一读一篇，他都流泪，都受感动。这本书念完之后，下定决心念佛求生净土。你看，他有心，他有愿，这就是具足了菩提心，往生的条件。啊，3天3夜，不吃不眠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真的感动阿弥陀佛，真诚心。清净心，恭敬心，不能少啊！少了就没有感应的。啊，真诚清净，清净没有染污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。啊，恭敬心，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佛告诉他。你还有10年寿命，10年之后，你命终的时候，阿弥陀佛，我来接引你往生。啊，迎客法师是世间人所谓福至心灵，福报现前了，见佛是最大的福报了。啊，他开窍了。他跟阿弥陀佛要求，我10年的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去。那释迦牟尼佛答应的，告诉他，3天之后我来接引你。啊，为什么留3天呢？叫他表法。那所以他第二天把门打开，告诉大众，啊，我念佛见到阿弥陀佛了，啊，阿弥陀佛3天之后来接引我往生。寺庙的人听到的这个话，没有一个相信啊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，你造作那么多的恶业啊，怎么可能阿弥陀佛来接你往生？好在3天不远，我们3天等着看。啊，这时间短了，大家真的等着看。到第3天，早晨上殿，他要求大家啊。念阿弥陀佛送他往生，啊，大众欢喜，难得了，看你是真的是假的，就通通念佛送他往生，念到一刻钟，古人注解里的说，大概是现在48分钟。
因为古时候我们中国用的时辰是子丑寅卯，是12个时辰啊，所以一刻钟啊比我们这长，我们这一刻是5分钟，不是应该是48分钟。严阔法师就告诉大家，阿弥陀佛来了，我看到了，来接我，现在我跟他走了，啊，跟大家告别，他真走了，没有生病啊，没有痛苦啊，说走就走。啊，前年，2012年，国内，东北有个刘素清居士，他发心为大众表演往生，他的妹妹就是刘素云，刘素云在他面前很感慨地说。法师大德们苦口婆心劝人念佛往生，没有看到一个真正念佛往生。如果有人来表演一下，来作证呢，大家就相信了。他的姐姐就告诉他：“我来表演。”说这个话。他真的就敢放下万缘，一心专念，在往生前8天，他的妹妹刘素云居士就听到啊。有一个声音，这个声音呢是苏木字，听得很清楚，他把它记下来了。这一组苏木字是2012，幺幺，2112，这一组苏木字。他第二天呢？把这个苏木字送给他姐姐，他姐姐看了看了之后笑了一下，没有说话，收起来了。果然就这一天，距离这天8天前，听到这个信号，2012年11是11月21号，12是12点钟。果然不错。那么送他的人还不少。大家晓得这桩事情。他还跟人聊天，有说有笑。不是给他作孽，大家在开玩笑，说说笑笑。突然时间到的时候，他跟大家告别：“阿弥陀佛。”来了，我看到莲花了，我要走了，跟大家再见，真走了。那么他念佛不到一个月，这不是假的，这往生不能装的，装不出来的。他能看得见佛，看得见莲花，别人看不见。但是他说：“你们留意，我上莲花上去的时候有动作，你要看我的动作。”看他爬上莲花那个动作。那么这个寒露的有光碟，
啊，我们这里还有存档，啊，决定不是假的。这个法门确实是简单，是容易，是快速，就是难信的。啊，真信真法愿，这就是净宗所说的根熟众生。啊，他根性成熟了。那刘素云的姐姐也非常不简单。啊，她还有十年寿命，也是不要了。啊，提前走了，给大家表法。我们再看下文，当知。力却现前一念无量光寿之心，何处有阿弥陀佛名号？这也是欧耶大师所说的。以前古大德没有这个说法。现前一念无量光寿的心呢，是我们自己的心，也是阿弥陀佛的心。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同一个心，所以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信佛就是信自己。那不相信自己，怎么会相信佛呢？而力求阿弥陀佛名号，何有彻证现前一念无量光寿之心？愿深思之，愿深思之，要深深的去想想啊！啊，阿弥陀佛名号跟自己自信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就是自信的。名号啊，也就是观经上所说的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自他是一不是二啊，这个意思很深。第二呢，要结束该所持之名号真实不可思议，这个我们要认知。那我们念的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真是决定不是虚妄，那他的功德智慧啊，现在人讲能量绝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，那不可思议就是无法想象。这名号功德能持之心性也真是不可思议。那能持是我们自己，我们接受了，我们一心称念啊，真正是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啊，像迎客法师一样没有妄念的，没有妄想的啊，杂念通通没有了，就这句佛号，佛号就是我的心，我的心就是佛号，跟阿弥陀佛心心相印了啊，真正不可思议。持一生，这一生不可思议，念一生佛，
念十声，念一百声，念一千声，念一万声，念无量无数声，每一声都不可思议。这个话就像印光大师所说的，只有偶业大师能说得出来。古往今来，无论是宗门教下啊，净宗的这些大德没有说过啊，偶业大师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了。偶业大师是什么人？身份没有暴露，绝对不是凡人，所谓是再来人呐、啊。是不是阿弥陀再来的？还是释迦佛再来的？啊，还是观音释智再来的？没有人知道。啊，那么印光大师的赞叹，印光大师的身份是暴露了，他是西方大势至菩萨才来的。文朝里头有一个故事说得很清楚啊，是一个小孩做了个梦，梦到观音菩萨。观音菩萨告诉他，有一位大势至菩萨这几天要到你们这边来，你们跟他有缘，叫你的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去看他。那什么人呢？印光法师啊，四年印光法师就往生了啊，印光大师张你当年呵斥你们胡说八道，你们不准讲，如果讲以后永远不要到这来啊，大师呵斥啊，一直到他老人家圆寂了，他们才把这个故事说出来。不是凡人的，我们一定要相信的，不相信的亏就吃大了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